千叶火锅遍布全台，但最近有新开一家平价的高级千叶，新鲜海鲜，明亮干净的环境，还有丰富的酒水甜点。但你看完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来到台中这里了，然后这边是大理。那在我们旁边这家餐厅是我们熟悉的千叶火锅，只不过它跟平常我们吃千叶火锅不一样的是，它这家叫做响千叶火锅大理尊爵馆。我还记得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千叶火锅就是在台中这里，只不过啊，我记得那时候价格差不多200块，快300块而已啊。但现在他今天的平日午餐的收费就已经要500多块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一起进去吃看这家新开的响千叶火锅，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？Go！其实有什么推荐的汤头吗？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的汤头是神农本草跟泰式酸辣，那还有这个成吉思汗锅。请给我成吉思汗锅。那取餐再帮我戴口罩就可以了。哦，了解。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，然后我们今天要特别感谢店家帮我们安排在这个角落的位置。然后今天我们是想说，我们平常吃千叶，动不动就是吃它的麻辣锅，而且又大辣，所以这次我换了不一样的汤头来试试看呢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食材回来吃吧。
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拿了第一回合食材回来了，只不过刚刚店家竟然招待我们一盘海鲜肉拼盘呢。只不过他说这个拼盘并不是因为我来才有，而是说只要是这边的常客，他们都会招待的。招待，对，上贝还有安格斯黑牛。这是平常要单点的吗？平常没有，就是招待客人。是哦，对对对，有时候有些客人然后常常来的话，我们会给招待一下。只不过各位啊，如果有在地人常来吃，有被招待过的话，麻烦在底下的人告诉大家啦。至于他现场有现切肉片的部分呢，我们就第二回合我们再体验呢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火锅汤头料理方式啊。但是说它只有一点淡淡的辛香料的味道吗？喝起来除了香味之外，它并没有任何的咸味啊。不过 OK 啦。来吧，海鲜脆肉。那在这些海鲜煮好之前啊，我们先吃一下刚拿的熟食吧。淡菜吃起来。这有别于我们吃千叶淡菜来说，它这个蒜还蛮新鲜的，而且它这个料理方式应该是用三杯的方式料理的，口味非常的够呢。淡菜就是要这样子一次剥完一次吃啊。然后他今天现场有提供啤酒啦，但是我们今天开车来，所以敬你们吧。来吧，迪卡。对啊，它这个猪脚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千叶猪脚啊。那我们来吃看它猪脚上面的笋丝。它吃起来是会脆口的。
那我们先把这些煮好海鲜捞起来吧。我们来吃看这个炸鸡腿排啊。这个鲜嫩鸡腿排淋上泰式酸辣酱，哇，吃起来味道很棒哎！啊，这边又有炸鱼下巴了。虽然说这个下巴已经冷掉了，但是它丰富鱼油这么咬下去的时候，它马上融化并沾满了我整个嘴巴。哦，我现在嘴巴里面整个都是鱼油的香味。嗯。棒棒腿，比起刚刚其他寿司的表现来说，它这个棒腿就是感觉没有什么腌制，就直接沾粉下去炸了。我觉得如果它的味道丰富点的话，应该就很棒了。那最后茄子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它比起那些绿色蔬菜来说，我对它的接受度是非常的高啊。奇怪，它茄子怎么吃起来好像有那么点生呢？嗯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接下来这个是他们这边的招牌海鲜龙胆石斑啊。虽然说平常我们吃的鱼下巴大多都是那种鲑鱼切下来剩下骨头边，可是今天来到这边呢，它这个龙胆石斑的鱼下巴，它吃起来非常的肥厚，而且又新鲜，怎么感觉有一种好像赚到的感觉呢？鳍鱼片，感觉都还蛮新鲜的呢。还有说他今天的白虾 size 虽然好像有那么一点小了 ，OK 啦。这白虾给你感觉就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呀、啊。接下来是店家招待扇贝。在我咀嚼的时候，我可以感觉到这个扇贝 Q 弹，它这种口感是最棒的啊！比起刚刚扇贝来说，这个鱼啊，就是让你吃一个气味的啊。要死我！这个螃蟹剥开里面是发生什么事？
奇怪，为什么它的螃蟹剥开都会长这副模样啊？而且它的螃蟹感觉是一剥就烂掉了。那我们再试试看算七分熟的表现会是如何呢？对，就是要这样。接下来我们再试试看五分熟的了。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的料理了，我们等等再去拿其他的东西回来吃吧。要切肉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可以多给我一份吗？是羊肉。哎、欸，是。然后这个是猪肉。哎、欸，好，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这回合吼，跟他点了现切肉片各一份呐、啊。还有说吼，刚刚店家问我说今天汤头表现如何的，我就照实跟他们讲没什么味道，结果他们就拿了一锅新的汤头给我，还跟我说不是因为今天来拍片才可以这样，而是每个人来这边，你知道你对汤头觉得太浓或太淡，他们都可以帮你再换一锅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光是这一点还蛮贴心的、欸。光用闻的，我就觉得它这锅汤的粉应该是加的非常非常的多。我们再试试看它表现是如何啦。各位，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。我这样等一下涮肉片就不会这么单调了。各位，你没有看错，他刚刚那一份牛肉这样子而已。虽然说这个分量吃起来有一种蛮空虚的滋味啊，但是它的肉因为切薄薄的，整个口感还蛮不错的呢。感觉我们刚刚拿的鸡蛋可以派上用场了。
我们现在闹蛋荒，我们可以把鸡蛋拿来这样料理哦，奢侈啊，奢侈啊！我们今天是2023年2月22号，台湾最近一直在闹蛋荒，可是今天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可以做出很奢侈的行为，就是鸡蛋自由。再说真的，今天我们来这边能吃蛋、吃肉、吃海鲜，不管它的表现会是如何，但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值得了。来吧，羊肉片吃起来。那刚刚我拿了一盘葱花了，等这些羊肉煮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全部把它下下去，我们来煮葱花羊肉锅吧。今天有这葱，还有这个蛋，它让这个肉片变得非常的完美啊！来，地瓜。那我们吃到这种脏器类的东西，我们怎么可以少了火锅好朋友蘸酱呢？来吧，各位。来吧，我们九班吃起来啊。各位啊，我们吃这种鱼下巴就像是我们喝茶叶里面的那种茶梗一样，虽然说它们都是边角残存的料，但是它们吃起来的味道都一样的鲜啊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吃完第二回合的东西啊，我们等等再去拿一点东西回来吃吧。想要牛肉跟羊肉，可以各五份吗？可以啊。螃蟹我刚才又推鱼群的，旧的那只我就全部打掉给张三了。哦吼吼吼！哎，哦，谢谢谢谢，他太有哇，哦，没关系，我来拿两趟就好了，谢谢啊。
OK 啊，各位，那这回合哈，我们刚刚拿了牛肉还有羊肉，只不过啊，我刚刚有跟他们反映螃蟹问题啊，然后他们就拿了一盘重新补上来的螃蟹给我，那我们再试试看会是如何吧。那在煮这个螃蟹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吃刚刚拿的熟食吧。经典巧达浓汤配上经典的酥皮，这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啊。正所谓看个电影来个吉拿棒 OK 吧，只不过我是第一次在这种火锅店看到有吉拿棒这种东西。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吃吉拿棒啊，只不过吉拿棒它吃起来会是这么干，这么像法国面包的口感吗？奇怪了。它这个披萨竟然是薄饼披萨，虽然说它的饼皮已经干掉了，但是它上面的酱跟起司在咀嚼的时候将它融合在一起，吃起来反而意外的搭耶。来吧，充满 N 水的牛肉料理。满满的 N 水，吃起来真香啊！各位，你们这辈子有没有吃过叫做竹筒饭的东西啊？这东西以前都在三产店才吃得到哦。没有想到连火锅店现都有了。我是觉得说，如果他去临现场的那个骂收的话，他应该就会变当阿鼻沟了。嗯，你看，我们刚有个观众跟我们打招呼啊，结果他跟我们穿一模一样的衣服。葱花脆蕊。那我们这锅羊肉煮好就先放着吧。哎，各位啊，你看这回合螃蟹就没问题了，要剥起来就是让干净利落的。我怎么看起来感觉这个肉都已经有点碎掉的感觉了。
虽然说今天这家千叶肉圆应该跟其他间都一样啊，可是平常我们吃的口感都不是很好，但他们因为把它切得非常的薄，我们才会觉得说这个肉口感会比较滑顺一点。只不过说这种东西就一体两面的，你把它切那么薄，它就比较容易煮到整个都烂掉了。OK 了，我们把它全部捞起来了。啊，最后就是葱花羊肉回合了。哇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已经吃完这回的所有东西啊，那我们看一看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去吃点甜点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是没有想到说我们这辈子可以在千叶火锅里面看到哈根达斯，甚至这边还有这种进口的雪糕。来吧，欧亚蛋糕。它这蛋糕品质蛮不错的。覆盆子。这应该是家常茶冻吧？没错，它这个充满枣粉的味道哦。没想到只是一般的巧克力脆皮雪糕呢。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呢、啊，但是外国雪糕真的不一定比较好吃。下次试试看汤匙吃冰淇淋如何？建议用店家里附的汤匙吃甜点，感觉比较美观。没问题啊，各位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已经吃完所有东西了，等一下我们去结账之后再到外面做结尾吧。
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外面了，然后这边是它的停车场，只不过它的停车场是有对外收费的，一个小时40块，一天最高上限180，但它的折抵的费用是要消费满1000块才可以折一个小时，我们就认了吧。不过我们来说说今天用餐想法吧。你说今天你用500多块钱，你就可以享有舒服的装潢、宽阔的环境，还有新鲜的海鲜，我觉得它还是非常有 CP 值的。它就是有鲜明的定位，要去跟那些连锁火锅吃到饱打对台。尤其像我们之前在北部吃到吉多，还有北中南都有吉鲜，只不过我是觉得这几家店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啊。但如果你问我说，再叫我花500多元回来这边吃的话，我 OK 吗？当然 OK 啊，各位，我们频道可是千叶的爱好者哎。我们从这样当初的桃园一路吃到台北，又吃到基隆去。虽然说它的东西很多都是可以让你咸的，咸蒙咸，你咸完你还不是会再来吃？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会去回复啊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或是用超级感谢功能支持我们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